迎接到来电上已经参加电上手表检查。团队以及咱即马伫咱马祖新桥前，咱的新北市五股万底会会长李克文、董事高英俊、副会长李信德，率领着咱所有五股万底会，祝伊董事处永续、金玉庆典，一切圆满顺遂。但愿咱大众哩，祝福也建在咱福州中。接受一切顺遂圆满，在此向着咱吉祥妈立上最高敬意，三上香礼，并祈求咱吉祥妈以及咱五股万底会万教弟兄，得以众信心，保佑着咱五股万底会所有人员大家平安万事如意，宏图大展，事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咱两兄终于一个，祝你我祝你平安，日日有进展，在做地上最重要的，你上香，再上香，三上香，十香。何英姐，以及咱会长，你们副会长李信德共同要来赠送咱金牌，予咱吉祥嘛，请咱董事吼，哎，贡献咱的金牌，予咱吉祥嘛。伊着咱蔡董事长代表咱吉祥嘛，感谢咱五股万底会，五股万底会所有技术人员，祝大家平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五股万底会技术人员向吉祥妈地震哥敬礼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咱先感谢咱新北市五股万底会，再上咱吉祥妈把接受的喜酒，接受喜酒，共同会当陪伴着咱吉祥妈，要来参与这个活动，来咱大家。
在要求请来继续营业，咱在全家人上寺庙继续骂，要来点赞、赞赏，谢谢，来点赞。